我是一个钓鱼人，却每天都待在屋子里。哎，刘姐，哎，上次给您发的方案，别着急拒绝，要不您再考虑考虑。昨天我们再给我个机会，我跟您解释一下。每天要打七八十通电话，耳边一直没有安静过。相比钓鱼人，我更像是一名销售。快节奏是工作，不是生活。